十口你吃完的时间吧。我现在在家磨叽到了4点钟才出门，现在我在去那个元德院的夜间参拜的路上，今天是他们参拜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今天应该是我今年在日本看的最后一个红叶展了。因为他们日本人喜欢呢把红叶和灯结合在一起，营造那种光与影的效果，所以他们一般会把参拜的时间放在晚上。然后我们当时是根据老师的推荐买了那个元德院、高台寺、长美术馆这三个地方的套票，划算是很划算了。可是我们已经往那个地方跑了3次了。我们上上个礼拜五去的时候，高台寺的那个红叶没有全红，所以我们就想把那个剩下的两个地方留到这个礼拜五去看。然后我们这个礼拜五去的时候，高元德院，对，是元德院没有开门，哇，超悲惨的。然后我们就去逛了超市就回家了。那个长美术馆就超级无敌的小，就一眼就能看到里面。你好好看哦，哪里都好看哦。我今天早上的时候买了回家的机票，因为马上就是过年过节期了嘛，就机票都非常的贵。哦，下了个台阶，机票都非常贵。然后我就提前2个月买了机票，我的天哪！然后就一种要回家的离别之情油然而生，非常的伤心。虽然我真的很想回家，但是我又很不想走，我超喜欢这儿，我真的超级喜欢这儿。行了行了，再来，我会再来的。今天晚霞超好看的，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哦。私が叶えてあげたいんだ。再現のない可能性を信じられるこの強さは無敵だって最高のその先へ突き進みましょう。只需要写名字就可以了。どこまでも
くしたそれぞれの色が光り放ち七色の景色輝いてる